对，清爽透气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透气佳。没错，今天呢，我们的这个 tag 清爽透气休闲衣有三种颜色让你选择哦，包括有粉红色、有紫色，还有暗灰色呢。是的，除此以外呢，你看一下它的这个人造纤维材质哦，让它非常的轻盈，而且呢高弹，伸展呢就可以更加灵活，效果更加提升，而且呢身体不易失温，避免臭汗味儿。哎呦，这个帮我们解决了好多的烦恼哦，而且今天我们要免费赠送你两件总值158令吉的紧身裤，有紫色设计，还有灰色的设计，都很好看吧？你看一看啊，今天这个休闲衣的尺码参考就在这里哦，所以呢，马上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吧。没错，紧身裤的这个尺码参考也在这里，拍下来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应该穿什么尺码了。是的，超值的优惠配套哦，今天呢，只需要149令吉而已，就可以把所有5件东西带回家啦。真的太划算了，立即上网订购就可以享有58%的折扣，那这个价值8令吉的购物积分呢，在下次购物的时候就可以再省上加省啦。是的，想动就动，清爽透气，马上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i。大家好，我是莹莹。哎，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哦？很多时候呢，家庭主妇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如果身上的那个衣服不透气的话，第一呢，就是你流汗就会流得更加的严重。对。然后呢，你马上要出门的时候，你身上就会有那种阵阵的臭汗味了呀。对啊，臭汗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汗水呢，滞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它排不出去。然后呢，你有了汗了之后呢，又粘在你自己身上，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这是马来西亚你跟我都会面对的问题，所以衣服的材质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穿棉质的衣服，对不对？是没错，棉质的衣服有它好穿的地方，可是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当汗都积在上面的时候，它容易变色啦，容易发臭啦，其实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呢，今天呢，你就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要非常的简单，只要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就是清爽透气的这个休闲衣就 OK 了。无论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出去走街的时候，你都可以穿上它。没错，就算是你要去买菜的话，你知道它人挤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再穿上闷热的布料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哦，真的是太不舒服了。今天 tag 的这个清爽透气休闲衣就可以应付你这一些日常所需了。无论你家里有没有穿 aircon 啊，或者是你会不会去到人多的地方呢，你就可以有更保持身体的清爽，就不用担心 get 出汗臭味，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呢，今天呢有3种颜色让大家选择，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粉红色啦，然后我们这个暗黑色啦，还有我们的粉紫色的一个设计。除此之外呢，今天3件衣服，我们还要再送给你2件这个紧身裤哦。没错，真的太划算了。这2件紧身裤我们也看到呢，我们有紫色款跟灰色款，这是不用钱的，我们送给你的，所以呢，你就不用烦恼怎么去搭配你的这个衣服了。而且呢，这一些一整套下来呢，基本上你要去做 gym 也好了，你要去散步也好了，一整套下来就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很休闲的感觉。今天你知道吗，莹莹，你那2条的这个这个裤子紧身裤，2条就已经要价158令吉了。但是今天呢，整个套组只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没错，所以我们总共你呢，只需要付149令吉，你就可以拿到5样东西，而且5样都是非常棒的产品哦。除到来一件只需要多少钱？30块，哎，真的很便宜哦！你想一下，30令吉哦，今天呢，你还可以搭配哦，就是呢，除了说上身的这个衣服之外呢，下面呢，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紧身裤。如果你买这个粉红色，或者是你买这个黑色的话，就可以搭配我们的下面的这个灰色设计的一个紧身裤啦。然后紫色的话呢，就可以搭上我们紫色设计的紧身裤啦。是的，说到这个紧身裤呢，我们今天虽然它是赠品，我跟你讲，我们可不马虎哦，因为它的这一个设计呢，可是
特别的去加强它缝线的这个设计。现在在我手上你看到是一般的紧身裤的缝线，在我们的这个下就是胯下那边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十字，因为这种最快最简单最省成本，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穿久了之后呢，你在拉扯的时候很容易破裂，你自己都很没有信心，对不对？你看看到吗？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裤子会发现它十字缝边的这一边的界限呢就是破开了，真的开掉了，很丑怎么办？所以呢，今天呢，你看一下不同的材质呢，就在于这里啦。我们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就是缝制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个紧身裤哦。然后呢，它的这个缝线的部分是采用三角形的缝线，而且它不是一般的两片布子布的那种缝法，它你看到它的缝线是比较密集的。是的。然后呢，今天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动作，或者是你的胯下是多么的大都好了，都不用担心，因为它的支撑力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们送给你的赠品的 quality， 你看到了没有？真的，今天哦，包括说我们的裤子啊，一直到我们的休闲衣啊，我们都是使用这个人造纤维的这个材质来做一个材料哦。其实呢，这个有什么很棒的地方呢？它就是非常的透气啦。然后呢，你在流汗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很快干的。对。变成说你身体上面哦，可能说有一些汗啊水，汗水在排的时候呢，如果是一般的这个 cotton 的衣服的话，它第一就是会有汗迹，对不对？对对对。第二呢，就是它会积在你的衣服就是衣服上面之后呢，它就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啦。对，而且呢，我们最不喜欢就是流汗了之后啊，就是你再继续活动的时候，那些汗在跟你的衣服全部粘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很不舒服，粘哒哒。就是我们会讲说福建话，搭搭讲说不是福建话，很多人都这样讲 ，bitch， 哦，两滴滴这样子，哎呦很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的这个服装的材质是可以透气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解决掉啦。而且更棒的地方是什么呢？今天比起一般的衣服，跟我们今天的衣服那个重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棉的衣服总是很重，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这个衣服超级轻盈，穿在身上就好像没有穿一样。马上来做一下这个试验，好不好？你看哦，我们有两个这个电子秤在前面哦，然后呢，它归零之后呢，马上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衣服放上去，就可以看到说个别的重量到底是多少啦。我的这个眼前的这个呢是棉的，它的重量呢是193，那我的呢就是100多少呢？115，少了快一半呢，就是一倍耶，轻了一块一倍。所以证明说，如果穿在身上的话，当然也是比较轻盈的喽，就没有负担的感觉。是，而且呢，或者是你要把它 pack 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跟一般的衣服比起来，那个透气性还有那个快干性是差很远的。对，你要想象你的身体一直会在出汗，在你活动的时候，再加上马来西亚天气很热，常年都是30度。是的。但是你出了汗之后，你的汗慢干的话，你就会不舒服。今天我们要示范给你看哦，就是如同一件，就是同样的这个水分，是的，到底它要用多久的时间把它给排除掉呢？你看，我们就这样子，1、2、3，喷两次，这样子好不好？两个都是喷两次，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呢，我这个已经是湿了的。然后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用吹风筒哦，来把它给吹干，看一下哪一个到底比较容易干，把那个水给排掉，是不是？好，马上呢就来进行一个吹的方式哦，我们两个都是用最大的一个马力，马力最大了，我们来吹干它，到最后谁会胜出？是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来吹一吹，包括说我的这个，还有莹莹的那个，对，我的这一个是一般的棉的材质，你的是人造纤维的这个材质。所以呢，主打就是轻跟透气，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一直要强调说，衣服透气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衣服不透气的话呢，它就是呢很容易就是粘黏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没错。所以穿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是的，我最怕就是人家靠近我的时候有汗味啊，哎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是 OK 了，你那边 OK 了吗？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哦。现在我们要把卫生纸呢放在这个衣服上面压一压，看看谁的这一个还有水渍，对不对？对，一二三，然后呢，看一下，我的这个
我的完全是没有水分了，看到吗？我刚不小心拿到两张，其实这就是这一张了。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呢，还是有那个些许的水分在上面。对对对。但是我的呢，已经是完全干燥了。完全没有哎，你真的完全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刚才吹的时候哦，我的手已经是有点烫了的感觉。真的。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说，无论是你在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时候啦，甚至是我们在做一些可能说家务的时候啦，是，就是出汗量排汗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呢都要穿一些比较透气性高的衣服。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今天不单只是你在出汗的时候，它容易帮你把这一些气给就是排掉，或者水分给排掉。当你要清洗的时候，亲爱的，它也很快干。真的。所以呢，你今天这一套呢，149令吉，你把三件带回去。你如果真的很喜欢，你觉得它好好穿，你每一天都穿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稍微晾一晾，一下子它就干掉了。而且我要真的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它不只是你只是穿去做运动而已啦，还是你做家务而已。平时哦，你要出去休闲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穿，因为呢，它是非常时尚的，看起来你知道吗？很修身啊。对，看起来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线条设计，有没有让你的这个腰线呢更凸显出来。最重要的呢是它的这个材质非常的轻盈，很舒服。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拿去做运动啊，买菜啊，跳广场舞啦，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就刚才讲快干嘛，现在就在讲它的这个透气性到底是有多好。好，我们这里有这个快干冰哦，然后我们加水进去，它这个烟雾就会出来的。对，然后呢，你看我这样子盖下去，马上就透出来了，天哪，这个透气性真的是太夸张了。是的，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说，那个衣服盖上去之后，可是呢，那个干冰的烟雾一直还是跑出来，证明说什么？它的这个材质哦，就是呢，非常的透气啦。是的，哇，真的是很厉害。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你的这个身体一直在发热，对不对？你就是有一种热气的感觉，对不对？它就会帮你把它散掉、散热。如果你今天穿的是棉布的话呢，就是你的汗水在上面，它透不了气，然后呢，你的身体又热，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很不舒服、夹住的这个感觉。今天我们的这个人造纤维的这个材质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你呢三条哦不同的这个清爽透气的休闲衣，包括说有我们的粉紫色啦、粉红色啦，还有我们的暗黑色的一个设计，加上还要送你两条这个紧身裤哦。是的，你就不用再烦恼怎么搭配了，整套这样子穿出去就非常的时尚，而且人家觉得说，哇，这个人是很有 taste、很有养生的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爱护自己身体的那一种型。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今天呢一套里面呢总共是有五件东西这么多，包括说三件我们的休闲衣，还有两条我们的这个紧身裤，全部只需要一个价钱，到底是多少呢？哎，大家可以马上看过来啊，就是149令吉而已，看到吗？大家，我们给你一个最超值的优惠配套，也就是149令吉而已。然后呢，你可以带回去的就是三条我们的休闲衣，然后呢两条我们的紧身裤。是的，出到来呢只需要一件30块而已，你去外面不可能找得到的。再来，你可能去外面用30块，你买到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很劣质的这个材质，可能它看起来像是可以透气的，但实际上穿上去比一般的棉布还要热，还要不透气、不透风。可是今天我们刚刚示范给你看那个干冰的实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材质绝对是很快干呢，然后很透气，而且它很轻盈，所以你去外面找的话呢，基本上是找不到的。不要再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www.cjwashup.com.tw 把它带回家。清爽透气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透气加。没错，今天的这个 TAG 清爽透气休闲衣有三个颜色让你来选哦，有这个很娇嫩的粉红色啦，还有紫色，以及比较帅气的暗灰色。再加上呢，你看它的人造纤维的材质哦，可以让它更加轻盈啦，而且高弹性哦，所以呢，你在做任何伸展的时候就更加的灵活，效果可以提升，身体也不容易失温，避免汗臭味。哎，这真的很重要啊，站在旁边有汗臭味真的很尴尬。另外我们要再送你呢这个
免费总值158令吉的这个紧身裤哦，有紫色的设计，还有灰色的设计，就可以让你做搭配啦。赶快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尺码的参考哦，从 M size 一直到 XXL size 都有哦。至于我们的紧身裤也是有这个尺码让你参考的，把它拍下来你就知道你该穿什么 size 咯。是的，所以呢，今天你看一下，给你一个超值的优惠配套哦，全部5条，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没错，立即上网订购吧，这样子你就可以享有额外58%的这个购物积分，价值8令吉，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又再省8令吉啦。是的，想动就动，清爽又透气，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浏览 www.cjworkshop.com.my。你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休闲衣哦，除了说你去运动的时候可以搭配我们这个紧身裤甚至是运动裤之外，今天你要出去啊，可能出门去买菜啊，或者是你要去接小孩下课的时候啊，都可以穿上它。因为你知道接小孩下课的时候就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对，而且人挤人的，如果你穿一些呢不透气的衣服出去的时候呢，哇，那个汗流到又黏黏的又脏脏的，对不对？对，而且你有发现吗，它这个设计的颜色非常的亮丽，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有精神。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人穿这种设计的这种休闲衣呢，感觉就是会年轻个5岁，是的，所以感觉好像很 sporty 哦，这个姐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想要让自己的形象更加的有活力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话呢，这一个套组你一定要带回家。第一，它除了好看很休闲就是很时尚之外呢，它的这个材质又透气又轻盈。其实我们一整天下来我们会做很多的活动，我们会晒到很多的太阳，只是穿着这件之后呢，就不用担心说你的汗水呢滞留在你的衣服上面，然后发出令人尴尬的味道。而且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呢，它的这个材质啊很透气，加上呢它是很轻盈，而且呢弹性是很大的，加上我们今天又有这个 size 给大家选择哦，从 M size 一直到 XXL 的 size，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哦就是它不同的 size 来做你身体上面的一个选择。哎，哪一个 size 呢？你就根据说你身体的哪一个型呢，你就选哪一个 size。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呢你不用担心说它好像会勒着你这样子，因为它弹性很好啊。对，而且它很轻盈嘛，对不对？今天你选择了这一个3件套的这个套组，149令吉，我们有3个颜色的这个休闲衣，另外我们还要再送你这个价值159令吉的休闲的这个紧身裤，而且我们一次送你2件，我们的厂商真的是太大了。是的，所以等于说呢，你149，你可以带回5件质感非常好的这一个衣服跟裤子，除掉来1件才30块而已。哇，真的是很划算哦！记得哦，我们今天已经帮你想好了，因为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裤子嘛，所以是一整 set 的哦。你带回去的时候呢，今天就可以穿去啊，运动啦，做家务啦，或者跟朋友一起去打太极啦，甚至是你要出去接小孩的时候呢，都可以穿着它，让你呢整个干爽又透气。是的，5件套了，这样子你这样搭配，基本上我们帮你算过有6种搭配可以搭配的。那今天呢，你还可以揪一下你的这一个邻居啊，或者是你的姐妹们呢、啊，不然你们可以来 share， 就是我拿2件，你拿1件这样子，大家就可以一起穿着舒适又划算，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今天只需要149令吉哦，就可以把这么棒的产品给带回家了。你还在等什么呢？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y 来抢购。清爽透气的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而且呢透气性很好。没错，今天我们有3个颜色来让你选择，有这个娇嫩的粉红色，有这个帅气的紫色，还有这个显瘦的暗灰色哦。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使用的这个材质是人造纤维哦，所以让它非常轻盈，而且有高弹性，所以呢你在伸展上面就可以更加灵活啦，身体不容易失温，避免汗臭味。哎呦，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呢。另外呢，我们今天要免费赠送你2件，总值要158令吉的紫色紧身裤，还有这个灰色的紧身裤，2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所以是一 set 的咯。你看一下哈，这个休闲衣哈，这个尺码的参考，你要把它拍下来，然后上网订购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啦。是的，不止休闲衣，我们送给你的紧身裤也是有得选的哈，看清楚自己的这个腰围和臀围，选择对的这一个尺码，那你之后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穿出去逛街、买菜、运动。是的，你看今天5套哦，就是5样
样东西哦，包括是我们的衣服三件，还有裤子两件呢，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没错，所以呢，不要再等了，立即上网去订购吧，这样子就可以享有58000的购物积分，在下一次购物的时候呢，就可以省下8令吉喽。是的，想动就动，清爽又透气，立刻拨打热线或者是关浏览 www.cjwowshop.com.my。是我们的模特姐姐或者是模特阿姨哦，穿上去呢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他们配的都是两种不一样的裤子，有看到吗？一个是穿运动裤，另外一个是穿牛仔裤，所以呢无论你是要运动的时候呢，或者是你要出去休闲出门的时候，都可以穿上我们这个休闲衣啦。是的，就像说佳琪现在身上穿的裤子跟我身上穿的裤子呢也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它呢就是比较像是在家里的休闲裤，对，而我的呢则是我可以去 gym 的时候啊做啊弹力很好，所以这件衣服基本上你是可以在家穿也好，或者是去做运动的时候穿都非常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这个材质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透气，这在马来西亚这种炎热的天气大家很容易出汗的情况之下，很适合，真的很重要，不要再选择错了那一些就是材质了，因为你就会埋怨说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热的，黏黏 的，因为你选错布料。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 tag 呢，清爽就是透气的这个休闲衣哦，一共是有3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选择的，没错，那包括说我们娇嫩的粉红色啦，然后还有我们的粉紫色啦，还有一个显瘦的暗黑色，没错。除此之外，今天除了有这个清爽透气的这个休闲衣之外，我们要送你紧身裤，而且我们不只送你一条，我们呢要送你2条的紧身裤，而且它的颜色呢是绝对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上衣呢做搭配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些紫色的这个款呢，就可以跟我们紫色的上衣给做搭配啦。灰色的这一款呢，基本上你要配这个粉红色或配黑色都是非常的 match 的，因为灰色就是白搭嘛。今天这两条是要市值150多令吉，可是我们送给你不用钱哦。真的，158令吉的2条裤子送给你呢，但是呢3条的衣服呢我们只卖你多少钱？149令吉而已。所以除起来的话，你想一下哦，就是一条衣服哦只需要大概是30令吉而已。没错，今天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个裤子的材质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很多人讲说哎 free gift 一定是青菜的，没有，我们今天送给你的是不青菜的 OK。 我给你看看，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裤子，你家里面一定有这一种裤子，然后它在这个接胯下的接缝处呢，它是这一种比较十字的这个缝法。那我一些朋友呢是做一些就是这个裁缝制衣的，是的，他讲到这种是最省钱最省钱的，是最容易破裂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缝法啦。对，你一定有试过中间的那个十字架中间是有一个洞，很尴尬，对不对？真的，因为这个车法是最省成本的。而且我知道莹莹，你知道这种穿下去其实它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什么？它会卡在我们的这个胯下处的时候，有时候摩擦到的时候呢是非常不舒服的。是的，可是我们今天要送给你的这个的缝法呢可是很不一样的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个缝线，哇，这里胯下的部分为什么要三角形呢？是因为呢要让它更能支撑力，更有弹性，有没有？你看到吗？我们连这个车线的部分呢也不是那一种两块布就是这样子车过去算了，这个是这个缝线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呢今天其实你穿着它呢要去骑脚踏车啦，去爬山啦，去耍太极啦，跳很厉害的广场舞啊，都什么都没有问题。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制工哦都非常的精细哦，所以呢一条哈、就差不多是要80令吉了，因为两条都已经是158令吉，但是今天呢这两条紧身裤是送给你的，没错，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厂商太大方了，他不只送一件，他送两件呢，所以整个套组149令吉有5样东西哦，都是感觉上就是像正品一样的东西，总共呢除掉来一件只需要30令吉，好划算哦，很划算，你外面不可能可以买得到
三十令吉的这种瓜地的材质，是的，就是这种休闲衣，有的话呢也是那种很厚，看起来像运动服或者是什么，可是穿起来其实是不透气的。真的，或者是我问你啦，就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做 gym 的话，大家都会去买就是这种 gym 服或者是 gym 裤子，对，其实一套下来呢，我跟你说没有150块或者是200块的，你是不用走出来的。真的，你就觉得说我只不过要是做个运动，我只不过想要身体健康，对对，我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不需要，其实真的不用，因为你再去看 CJ Workshop， 我们都会帮你挑选出非常棒的产品和最棒的套组啦。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衣服呢，其实它是非常透气之余很轻盈的这件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马上呢来做一个示范好了。好，两件衣服，一个是 cotton 的，一个是我们的衣服呢，马上放上去呢，就可以看到它的重量上面的一个差别啦。我的这一件呢是194，是的，194克，我的呢只需要110多而已，所以你看到，差了快一倍这么多，真的。所以呢，今天呢，无论是你要带出门也好，或者是你穿在身上的都好呢，其实那个重量都已经是减轻了。对，而且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很重的话，其实我们活动一整天下来，你并不知道，但是其实它的负担一直都在你的身上，很重，对不对？对不对？今天如果你这个服装呢是很轻盈的话，你会感觉到好像没有穿衣服这样子，可是呢，就是你就会轻松很多啦。而且呢，今天我们真是要强调一下，我们的衣服的透气性实在是很好。为什么呢？马上就来做一下示范。这是 cotton 的，这是我们的衣服。我们同样就是 OK 两次，对不对？同样的两次，你看莹莹那边已经湿了，我当然我这边也是开始有一点湿气在这里。可是呢，马上我们来吹干它，看一下说我们两个哪一个比较快干，好不好？OK， 同时间这样吹哦。其实哦，我已经觉得说我里面的那个手呢，热烘烘的，是不是？热烘烘的。我没感觉，我觉得我都不会有热的感觉，对不对？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布太厚了，所以它挡住那个风，所以没有热。马上呢，我觉得我这边已经差不多要干了。真的我看到你，我这边水迹还是很明显呢，对不对？我的这个水迹已经完全没有了，我现在已经是觉得有点烫了。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可以了。那就佳琪的手，真的，因为有点烫了。好，好，然后我们现在把一张卫生纸放上去。OK， 一二三，我已经这样子按下去喽。OK， 你的来看一下，一我的这边是这样子的。你的超级清爽的耶！对啊，你看到吗？我的完全是没有任何水迹在上面的，完全没有，而且我的已经是皱皱的，水汽还是非常的多的感觉。天哪！我们是用一样的时间在吹干这个衣服，而且我们都是一样的水的分量，一样是 pump 两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造纤维的材质，它在排气的部分啊，或者是排水的部分是多么的出色。所以呢，今天无论你要做家务啊，或者是你出去运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时候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透气性很好的一件衣服哦。所以呢，在排汗的时候呢，它不会就是弄到你的衣服好像脏脏的，对，甚至是呢弄到你的皮肤好像痒痒的、黏黏的。真的，而且我最怕就是说，当你的那一些汗水都积在你的衣服上面的时候，你又继续发热，然后之后就会有味道。哎呀，好可怕，真的很尴尬。你想象这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欧巴就在你旁边，可是你身上的味道藏不住，你肚子，你知道，如果你有肚子，你可以收腹，有没有？这个只会讲欧巴，对。可是你味道，你不可能讲说，你一直跟他保持距离太浪费了。所以呢，真的是很重要，今天呢，透气性很重要。之余呢，你看一下，刚才我们轻盈嘛，现在就是要做这个透气性，透气性也是很重要的。你看一下，干冰哈，水倒下去之后，哟，你马上干上去。干冰就透出来了，你看到了吗？所以呢，它透气性是非常好哦，所以它那个干冰的这个烟呢，才会一直的这样子冒出来。真的完全没有阻挡到的感觉，你知道吗？哇，真的是很厉害耶！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说啊，穿衣服啊，最重要就是什么呢？它穿起来就是要干爽，然后透气性要好，舒适，然后弹性也要好，这样你在 move 的时候才会 move 得很爽，对不对？对，而且也要它看起来是有年轻活力。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自己都可以减龄。我跟你讲，减龄的最佳方法就是穿这种就是类似运动服的这种休闲衣，对，因为穿上去简简单单，不会有多余的设计，看起来就只是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像很懂得生活，很有 lifestyle 的感觉。其实呢，很懂 lifestyle， 很懂这种感觉哈，不需要花大钱的，真的，穿对衣服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出去买哦，就是贵贵的那种，你知道吗？名牌的话就是要贵一点，对。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你看。
品质又好，然后价格又好，只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149令吉而已，你今天就可以把什么东西给带回家呢？全部有5样东西，这么多。是的，我们有3个颜色的这个休闲衣啦，有紫色，有暗灰色，还有粉红色，都是不用你挑，直接给你。另外，我们还再送你2件哦，是2件这一个设计，就是灰色跟紫色的这个紧身裤，可以帮你把今天你的这个3件上衣呢做很好的搭配。总共有6款的搭配，可以这样子，就是平时解决到你这个穿着上面的烦恼。我们把它除下来，总共5样东西，1样才30令吉而已，非常的便宜，怎么可能在外面找得到？因为我在外面去买那种 gym 的衣服啊、裤子啊，一件都是要100多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模特儿身上穿的粉红色啦，或者是粉紫色啦，还有一条显瘦的，好像我身上这样子的暗黑色的3条休闲衣呢，你把它带回家，再送你2条，就是灰色啊、我们灰色的还有紫色的设计的紧身裤，全部只需要149令吉。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只是要打电话而已，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y 来抢购吧。休闲透气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透气加，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有3种颜色给你选择哦，就是有粉红色啦、紫色啦、暗灰色的。是的，你看啊，它的材质哦是人造纤维的材质，让它非常的轻盈，而且有这个高弹性哦，所以你在伸展的时候就更加的灵活，而且呢身体不容易失温，避免汗臭味。没错，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要免费赠送你2件总值哦，市价是要158令吉的紧身裤，有2个颜色，有紫色还有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赶快赶快把这个 chart 给拍下来吧，因为这个是休闲衣的尺码参考，从 M size 一直到 XXL size。裤子的部分也一样，从 M size 到 XXL size 都有哦，赶快拍下来。那么在打电话给我们的客服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讲清楚你要什么 size 啦。今天呢，5样东西在一个套组里面，只需要149令吉而已，这样子的好康错过就没有咯。真的，现在就上网订购吧，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享有58千的折扣，是还有价值这个8令吉的购物积分呢，下一次呢就可以用啦。是的，想动就动，清爽又透气，马上拨打热线或者是浏览www.cjworkshop.com.my。 电话战线中不担心，只要下载 cj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官方网站，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登录您的户口，选择您想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上网订购还可以获得额外5%的 WOW 积分，天天精彩，天天 WOW。OK， 今天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如果你要去做 gym 要做运动的话，你一定会出去买一些运动服。是的，因为呢就是要透气，还是就是比较好穿嘛，就是或者是让你很容易活动啊，对，伸展性很好、可是我请问你，你今天出去买一套衣服上衣还有一个紧身裤的话，到底要多少钱呢？200-300块一定要的咯，是不是？但是你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的 tag 的清爽透气的休闲衣哦，我们上衣已经是有3件了，然后裤子我们再给你2条，全部只需要149令吉，你说划不划？真的非常划算啊，因为我们总共有5件东西，对不对？除下来1件才30块而已，怎么可能在外面可以找得到呢？其实就算是我们把149除以3件衣服，1件衣服也就是才50块不到，对不对？超划算的，也是买不到的。最重点是我们今天送你的这2件裤子呢，它也是车工非常的棒，是，然后呢是非常的精致，品质很好，品质很好，而且我们一次过送你2件哦，让你就是可以去做gym的时候，这样整套穿起来，你看多漂亮。所以呢，我说啊，这个149令吉啊，一定要花到值得。对呀、今天呢，把它带回家之后呢，其实你就如果你的女儿跟你的身形差不多的话，她也可以拿来穿呐、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一个人穿不了这么多，或者是你只喜欢某个颜色，那你就可以揪一揪你的姐妹淘啊，就是可以一起来share，一起来买，对不对？是的。或者是我跟你讲，你揪她的时候，她就跟你讲说，我不要跟你share，我要自己买一套。跟你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真的非常
值得啦。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休闲衣哦，并不只是在运动的时候才穿，是的，平时可能你出去做家务的时候，甚至是呢你出去接送孩子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你想要穿一些比较清爽的衣服的时候，这个也可以穿出去，因为它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设计。而且你要知道还有一个场景我知道可以穿的，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不是有种花花草草吗？哦，对，你要去休息那些花花草草，那边一定没有 aircon， 一定没有风扇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做这种劳动活的时候你会出汗，是不是？所以你只要穿这个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美美的在家里清理你的花园啊，种种你的草啊等等的。甚至是你现在出外旅行的时候呢，肯定你要去比较OK 啦，泰国 okay, 泰国是不是超热的？越南啊，超热的。然后这种超热的国家呢，你又不想带太多的衣服出去，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非常轻盈的衣服呢 pack 进去，而且呢不会占用你这个行李太大的空间。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很快干嘛，所以呢你每次洗的时候呢，第二天呢你放在那房间里面，它很快就干了的。它就干了。我们刚刚有示范给大家看，基本上我们就是一吹，很快它就是可以吹干。再加上你在运动活动中的时候，你一直在冒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直在流汗，可是你的衣服却没有把汗排掉，那你想一下，穿身上是不是很不舒服？是的，所以呢，今天呢，这个149令吉呢，一定要把它抢到哦。就是有三条不同颜色的一个休闲衣，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紫色啦，还有我们的一个粉红色啦，以及一个显瘦的暗黑色的一个设计哦，加上再送给你两条我们的紧身裤，也是紫色以及灰色的一个设计，全部只需要149令吉。所以不要再等了，因为之后你就再抢也抢不到了哦，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上 www.cjworkshop.com.my 把它抢走吧。Everyone's gone, it's only you and I Tag 清爽透气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透气加。没错，今天呢我们有三种颜色呢，就是都要给你的哦，就是一整套里面有这个粉红色啦，有紫色啦，还有暗灰色的。哎，你看一下它人造纤维的材质哦，所以呢让它更加的轻盈，而且呢拥有这个高弹性，所以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就更加灵活啦，而且呢身体不容易失温，避免汗臭味。没错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要送你两条这一个紧身裤，哎，总之就已经158令吉咯，而且呢我们送你的是两个颜色，包括了紫色还有灰色，可以跟你的这个上衣做搭配。赶快看过来这个尺码的参考哦，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从 M size 一直到 XXL size 哦，当中一定会有你的一个 size 啦。没错，紧身裤也要看清楚把它拍下来，因为裤子很重要啊，尺码哦也是一样，有 M 到 XXL 的，所以看看哪一个尺码是你的咯。超值的优惠配套，今天只在 CJ Workshop 只需要149令吉而已，不要再错过了哈！即刻上网订购，你就可以享有58%的这个折扣，价值8令吉的这个折扣，就可以在你下一次购物的时候使用啦。是的，想动就动，清爽又透气哦！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浏览 www.cjworkshop.com.my。是汉堡包，哎呦，我不是讲那个汉堡包哈，不是 burger 不是吃的哦，就是每次在流汗的这个汉堡包，就是你稍微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是你稍微做多一点家务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哎、可是呢，如果你的衣服不吸汗的话呢，第一，你衣服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汗迹；第二呢，就是有一点臭臭的，对不对？是的，你如果一旦有这个穿着有汗迹的衣服又臭臭的话，人家只会对你有两个印象，就是一个印象，这两个字就是懒惰。哎呦，懒惰是哈密，懂吗？不懂，我是邋里邋遢的感觉。哦，对，我们最怕就是给人家邋里邋遢的感觉，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是汉堡包，很容易出汗，可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就是说你的衣服已经湿了，可是呢你身体湿温，所以你会哈啾，那是因为很容易生病，对，生病感冒。为什么？因为你衣服没有及时帮你的这个汗水给挥发掉。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人造纤维的这个 Tag 的这个休闲衣呢，它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又轻盈，它的排气量排气的这个效果
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排汗的这个效果也是很棒的哦。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呢整个套组里面是有给你三条我们的休闲衣，而且呢各种不同的颜色都有，当然有包括就是我们女生非常喜爱的娇嫩的粉红色啦，然后还有一个粉紫色，还有一个非常显瘦的暗黑色。没错，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件的休闲衣之外呢，嘿，我们要送你哦两件的这个紧身裤哦。这个紧身裤呢，基本上有些人穿太短的紧身裤会觉得拍谁，有没有？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这个是七分的紧身裤，而且有两个颜色，有灰色还有紫色，是可以跟我们今天的这三件休闲衣呢做一个完美的搭配。搭配对，一穿出去你就不用再烦说，哎，你下半身要穿些什么？因为一整套美美的就帮你准备好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送给你的赠品哦，丝毫没有在马虎的，因为呢它的价值已经是高达158令吉，等同于说一件呢差不多已经是要80块了。为什么可以这么大方送给大家呢？就是要回馈给我们亲爱的顾客啦，因为呢就是看到说它可以跟我们的上衣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搭配哦，而且呢除了做搭配之外，它的品质也是不是在改的。是的，它的这一个织工呢也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手上是我们平时家里面很常会看到的十字的这个缝法，对不对？就是你的裤子一定有很多穿过没有多久之后它中间就破了一个洞，对不对？哎呦，你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我做一些大动作一字马危险，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就很担心它会啪一声，哎呦，如果真是啪一声的时候你就尴尬了，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不要再穿这种让你很没有安全感的裤子了，丢掉。我们这边呢有的就是呢今天有我们的裤子，喂，没错，我们的这个 tag 我们要送给你的这一个呢，它中间是有一个三角形的织法的，有没有？你看到吗？它的这个织法呢让它的这个裤子的这个接驳处呢支撑力非常的棒，今天无论你是做什么这个运动都好了，都不用担心。而且你刚刚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透气性也是非常的好的，所以你又要透气轻薄可是同时又坚固呢，这个织法就非常的重要了。真的，除了我们的裤子之外呢，当然就是还有我们的衣服啦。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使用的这个人造纤维啊，就是它是非常轻盈的一个设计哦。除了这个轻盈之外呢，当然它的这个弹性是很好的，所以呢你今天呢你要穿出去可能做一些伸展性的动作啊运动的时候呢，它都不会阻挡到你。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因为要展现你的曲线嘛，对不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呢你要做一些可能 yoga 啊，或者是你要做跳舞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很难啊，对，因为很硬会勒住你。有的时候有没有，你要做一些大动作的时候勒住你就觉得不能够呼吸，不舒服。所以今天呢这个轻盈的这个材质的就是人造纤维的这个材质，它又轻盈，然后它又透气，它又排汗。我跟你讲，这一件裤子这件衣服你不买你要等什么时候，对不对？是的，所以呢马上就来做一下这个轻盈的部分的一个测试哦。我们的这个衣服跟一般的衣服到底这个重量有差多少呢？马上就来做一下这个试验啦。OK， 可以看到就是莹莹那边平常的这种 cotton 的衣服就是差不多180多克这样子哦。对，但是呢、哎、我们的只是需要116克而已。哎，真的很轻哎，明明就是一件上衣，你为什么要把另外的这个100克放在身上？我跟你讲、你当下没有感觉，可是你一整天下来你一定会 feel 到你自己呢就是腰酸背痛，它可能就是你的布料太重了啦。加上如果你把它 pack 进这个行李里面啊，多的重量就是多的钱给花出去了， 对不对？是的。哎，除了这个重量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它的快干性哦，到底是有多快干。 OK， 马上我们来喷一下，就是两次哦，一二 OK， 两个都是喷两次，然后我们现在来吹干它，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快这个吹干啦。 OK， 没错，我们手上都有吹风筒，然后这样子反复的吹它。 OK，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哦我的这个衣服上面哦，如果喷水下去它也不容易看得到，哎，是的，汗渍呢也没有这么容易看得到。哎，对，我觉得它很耐脏哎，这个设计，对不对？那我手上的呢就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水迹，我很认真的在吹它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待会呢到底是哪一件衣服比较快干。哎，你的好像一点都没有在干的意思。真的，我很努力耶我很努力的想要让它干呢。哎，可是我的手已经开始有点暖了哎。真的吗？所以是已经差不多了吗？好的，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就是呢
你的那个呢，到底还没有认啊？你这样子看下去，已经是还是有水渍了，是的，对不对？一个爱心型的这个水渍。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就是把它按下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 恤按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然后拿下来之后，你看一下，有任何的水渍在上面吗？我的有，我的有，对不对？哦，我的天哪，啊！你看你的完全没有哎，可是我的却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水渍在那边，可见其实它的这个排汗度，如果说是一般的棉质的，真的是。它不够，对，所以呢，你穿出去就是运动的时候呢，它就会积累在我们这个衣服上面呢。第一就是会臭臭的，第二呢，其实会造成你这个身体失温的一个情况啊。什么叫身体失温呢？就是你衣服湿湿的，每次啊，妈妈都讲说，你衣服湿湿，你快点去换呐，不然的话你就会生病，对不对？所以那是因为你的衣服呢，这个排汗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差。今天如果你的排汗的效果好的话，你衣服常常就是保持着清爽的状态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一种情况了。现在呢，我们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一个透气度到底有多么厉害。是的，我们眼前有这个干冰啦，我们把水倒下去，干冰的那边，哦呦，就有很多的这个雾气了。你看到吗？只要把它这样子包起来之后呢，其实呢，那个雾气呢是会透过我们这个衣服哦，就是散发出来，证明说它的这个透气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你刚刚透上去的时候，套上去的时候一秒。不用一秒，不用一秒啊，那个马上立刻就透出来了，真的。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衣服哦，除了快干性非常强之外，透气性也很强，加上它又很轻盈。你有什么理由不要把它带回家？是的，我跟你讲，等你啊，就是错过了这一班船之后，你就受到国好摩天岛了。哎呀，因为怎么可能在外面可以找到一次过149令吉，给你五件这么高质量的这个衣服跟裤子呢？是的，那今天给你的一个套组呢，就包括说我们紫色的这个休闲上衣啦，然后还有我们的暗黑色的休闲上衣，还有我们的粉红色的一个休闲上衣。没错，我们还要再另外送你两件。这个紧身裤哦，是灰色还有这个紫色，都可以跟我们今天的三件上衣呢做这个搭配。五样东西我们可以做六种搭配，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是的，所以你看看哦，今天哦整个套组只需要多少钱呢？我没有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价格，也就是多少钱？149令吉而已。149令吉除起来的话，每一件不需要到50块哈，不需要大概是差不多30块而已。30块而已。我跟你说，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没有带回家就是你的损失。所以呢，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y 来抢购吧。清爽又透气的休闲衣，快吸湿速干爽，而且呢透气性佳。没错，今天呢我们有三种颜色送给你的哦，就是有这个粉红色啦，有紫色啦，还有暗灰色，全部颜色都有它的这个特色哦。它使用的是人造纤维的材质哦，所以更加的轻盈，而且呢拥有这个高弹性，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伸展就会更加灵活，而且呢身体不容易失温，避免汗臭味儿。没错，我们今天还要再送你两件，哎，总之要158令吉的紧身裤，哎，有紫色的设计，还有灰色的设计来让你做搭配的。赶紧来看一下，妈妈们，因为你会担心说你不知道是适合哪一个 size 嘛？这边呢，从 M 到 XXL 肯定是其中一个是你的 size 啦。没错，裤子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分尺码的哦，有 M size 到 XXL 的，所以呢，在购买的时候呢，记得看清楚自己的腰围和臀围到底是哪一个啦。超值的优惠配套，别说我不教你哈，149令吉而已，只在 CJWorld。没错，所以呢，不要再等了，立即上网订购吧，就可以享有58%的折扣，价值八令吉的这一个折扣呢，你下次买的时候就可以帮你省钱啦。想动你就动吧，因为呢，它非常清爽和透气。马上拨打我们热线，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y 来抢购。
性哦是非常的好的，所以你看哦，无论你的这个尺码是大或者是小呢，都可以把它穿得非常漂亮。是的，一定要记得，今天这套衣服不单只在运动的时候可以穿，你平时去买菜啊，在家里做家务啦，在厨房煮菜呢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透气，如果你出汗的时候呢，它可以及时帮你把汗给排掉，这样子就可以保持你身体一整天都很清爽了。今天一整套哦，买一套有六种搭配，而且买一套里面有什么呢？三件我们不同颜色的这个上衣，还有呢两条价值158令吉的这个紧身裤哦，是灰色的设计，以及是我们紫色的设计，全部只需要149令吉而已。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再等了，因为错过就没了，马上行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到 www.cjworkshop.com.my 购买吧。谢谢大家，拜拜。You're feeling lucky.